然后沿路都会有提供点心啊什么的，水之类的，不用担心没得吃没得喝，也不用另外带水，带水会被笑。带水你要我带个小瓶的瓶子就好了。你看我被瘦的，看到？那边又一转进去了。早一点来，其实可以看一些表演，知道吗？我大概5点左右开始走。